大家好，我是凯旋老师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我今天教大家画的是一只玫瑰花。小朋友，快点来和老师一起画画吧。我们先用瓶盖辅助画一个圆形。在圆形里面画九条短弧线，把圆形分割成十片花瓣。画出花枝和叶子。用红色水彩笔涂花朵。用草绿色水彩笔涂玫瑰花的叶子。这样就画好了。小朋友，你们画好了吗？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，就请点赞、订阅、关注我吧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每一个视频了。小朋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